传说中，当两个长得相像的人碰面，就会发生事故。八点档最新大戏由杨雅竹一人分饰两角，改编台湾真人真事的社会案件，主要演员刘书鸿、杨雅竹、林子云、朱雨谋、王尚飞等人齐聚，线上直播与粉丝相见欢，抢先透露新戏剧情。台湾在刑事案件很有名的，讲到都市传说，讲到黑道，讲到毒品，讲到灵异事件，这个很多元素都集合在这个里面。的这个题材这几年真的很少见，然后他们很期待，然后我们是真的很用心拍。直播会上人手一颗柚子涂鸦，释放戏里当警察刚侦播的压力。刘书鸿一改过去白净的书生形象，当起侦查队长。我承认我是 NG 王，好不好？看到一些预告跟初剪，其实看到是会想哭的，能让大家去了解其实当警察的辛苦，然后他们面临到什么样的危险，然后人性的阴暗面。谁在戏中最难相处？一二三，白队长！异口同声回答，演员们的好默契不在话下。虽然不是第一次合作，但场景换到了警局，角色都是新挑战。台湾自制的八点档新戏解密真实社会案件，就等9月14日一同找出真相。记者钱瑞树台北报道。我是哈允怡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，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允怡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